好的，今天是2021年1月29，现在是晚上7点22分。这不是宠物开箱文，这个是虎皮鹦鹉，打算从这一天起呢，开始记录一个幼鸟的成长日记。虎皮鹦鹉。小白，红眼虎皮，啊，出来，给他自己出来，等他，小白，一开始他可能会很害怕。出来，小白，来哦，乖乖，乖乖，过来。你再不出来，我就抓你出来哦。来看一下，嘿，出来啦，来，来。来，快点！你不出来，那我只好把你放出来哦。这边也打开，你就要出来了。好了。可爱的虎皮，主角出现了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有一天你会变得很聪明，会飞，会讲话。我会对你好好的哦，你要乖乖的，乖乖的长大，不可以乱飞。我会好好照顾你的，你要乖乖哦。OK，All right。